神州五国数百年的宁静被铁骑踏破了，古尔的暴君甘巴塔欲让整个神州臣服在其淫威之下，一时间狼烟四起，生灵涂炭，神传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时间黑白颠倒，正邪错乱，信仰与良知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五国的护国神灵都在期待着一位英侠的出现，让浩然正气重回人间。金武国王还在做最后的抵抗，然而他的意志已经动摇了。快救那少年！想不到你仍有气力召唤白虎，量你小小蛮族也能对抗神的威力。这不可能。又跟丢了，上面责怪下来，你要负责呀。怎么是我？还不是你不自量力，白痴似的学人家跳那个货摊儿。看来我们这次又得被罚去清理马厩了。哟，这也太容易了。喂，丫头。你让一个活毛丫头给打了，这些不是宫里的人。次了，不要在我读书的时候吓我。可你什么时候才不读书啊？你已经以藏书阁为家了，要是真能住在藏书阁就好了。快点，莉莉，你不想第一天当值就迟到吧？快走啊，那些卷轴没你的整理可不会自己归档哦。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你是不是又闯祸了？脸怎么这么红？
我母后的侍卫满世急追我，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要是有什么事，你可得告诉我。早就告诉你练武有用吗？龙师傅的课你又要迟到了。啊！哎，快看，这里要举办比武大会呢。舒燕，快走啊！我来了，我来了。武阳、梅林，开始吧。啊！我有七种办法对付你，武阳，这是出手最轻的一种。你该等我的信号再出手。是我急躁了。武阳，你又毛毛躁躁的，要有耐心。你还好意思说别人？你来晚了。师父，我错了，我不会再找借口浪费您的时间了。既然舒燕迟到，下面的训练就拿她练。不，哎，等等，练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很想好好打一架。好斗的鸡迟早成为盘中之餐，大家都向舒燕进攻。告诉丽丽，今天她弟弟在我手里了。小心点儿，我比你俩加起来都高。光长个有什么用？又不长心眼儿。你看到这个了吗？明天的比武大会，你去不去？难道你也要上场比试？悄悄去，就咱俩。啊？舒燕，你学武所为何来？唯有学武是我自己想做的，其他的事都是别人为我做主。学武不在于争一时之高下，而在于明心见性。武学的宗旨在内而不在外。可是师父，你首先要认识到自己那些执着心，然后去除他们，只有这样你的武功才能长进。下面你要练习的是风雷掌，这招发力要强，你要学习控制自己的力道。开始。骄傲自满，一个真正的武学高手，即使在打斗中，心态也是平和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心态平和，可我总是一肚子怨气。终于说实话了。大家今天练得都很好，你们可以回去了。舒燕，
今晚朝堂上有特别会议，你不要再迟到了。我去干嘛？没有人把我当回事，尤其是我。公主，你要有耐心和虚心。我小心拳头。不对，是实力逆制。你竟然跟我弟弟来看这种比赛。阿剑胜出。你不懂，这样的场面难得一见，两个勇士为了荣誉而战。我看是为了银子而战吧。大力铁巨手阿剑将参加下一场比武。拜托，多精彩啊。舒燕，你说呢？我说好戏还没开始呢，带我上场露一手。什么？你也要上场？剑剑剑剑剑！阿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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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吗？金武难民把他奉为英雄。难民？他看起来很结实啊。这么说，他也是金武来的。四个月前，他流落至此，一直靠打擂台为生，而且逢打必赢。还有谁愿意挑战？30个铜板就可以跟高手过招。嘿，小伙子，看你这身装束，是个练武之人，要不要来试试？让我来领教几招。啊，给你参赛费。一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另一位是大家仰慕的本土豪杰，穿山甲阿义。比武开始。这个富家小姐应该退出我们平民的比赛。可是没有那条规矩，不许有钱人参赛。她有钱可以买通对手，这不公平。要么她走，要么我们走。担心我把你也打败吗？笑话，知道你钱多撒一整天也不在话下。不过你还是快走吧。阿金，稍安勿躁，这个丫头不错，让她继续打吧。我会把你们通通打趴下。你得先过下面这一关，要不要先烧个香求神灵保佑啊？大家说怎么样？要不要让这个丫头打第二场？比武开始。就自以为是武林高手了，不服来战啊。给你的最后忠告，你明天最好别出现，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心虚了吧？快点走，别让我看见你。快走，舒燕。哎，那个人不讲理的。武阳，我跟你说过这是个馊主意。舒燕，跟我们回去。将军，您回来真是太好了。给公主殿下请安。瞧你这身平民打扮，连个公主的样子都没有，还不快过来向你父王请安。舒燕给父王母后请安。总是迟到。平身，开始朝议吧。
萧将军，你亲自前来见朕必有紧急军情，剑门的情况如何？古尔军队持续在边境屯兵，攻城迫在眉睫，剑门岌岌可危，除非陛下立即增派军队。将军，你确定情势已经如此严峻了吗？敌军数日内便会大举来攻，陛下，剑门无论如何不能失守啊！这么短的时间内调兵根本不可能。大学士，请让将军把话说完。谢公主，请恕臣直言，若无援兵，剑门必失，剑门若失，则南凤危矣。将军，如此大的调动真的有必要吗？陛下，臣有证人，这位金武士兵是逃出重围，专程跑来剑门报信的。陛下，我亲眼见到我们国王倒下去的，他不是被兵刃所伤，而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走了魂魄。将军，这就是你带给我们的情报吗？一个贱民的话也能信？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国王召唤出伟大的白虎，金武的守护神。这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军事情报？丞相，请不要嘲笑自己不懂的事情，我们相信自己的守护神凤凰，就像你们金武人相信白虎一样。古尔将军有一条邪恶的赤龙撑腰，吸走了白虎与我们国王的魂魄，只留下一具躯壳。陛下，请您小心，如果古尔人打进来，您将成为那邪龙的下一个目标啊。陛下，我们千万不能对古尔掉以轻心啊，他们已经对金武国王下了毒手，而且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萧将军是要拥兵自重啊。危言耸听不足为凭。丞相，给将军他所需要的兵力。附近没有军队驻扎，最近的就是御林军了，他们最快也需数日方能到达剑门。派出御林军只能争取时间，并不能保剑门无失。是的，不能，所以我马上要派使团去钟嵘求援。可是他们未必会答应呢。所以你要带公主一同前往，他们总会顾及南凤公主的颜面的。公主可是唯一的皇嗣。可是公主完全没有出使的经验。父王，我将不辱使命。陛下，这么做合适吗？谈判有大学士，保驾有龙师傅，舒燕此行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给他机会，他又怎么能学到东西呢？就有机会也得自己争气呀。舒燕，这次去钟嵘道路艰苦，你必须要准备好，我们明天一早就开始训练。这简直如同儿戏。朕意已决，无需再议。散朝。公主留下。你这只小麻雀今天怎么不叽叽喳喳了？父王，您如此信任我，我真是感激不尽。你只要别把人家那里闹得鸡飞狗跳就好。这些烦心的事就交给我了，你留着力气用在去钟嵘的路上吧。师父，我已经准备好训练了。终于准时了一次，我们今天要练习打破对手的封阻。我应该能学点更高深的功夫了吧？单靠打架是赢不了大仗的。可是我还是先从你自己的弱点着手吧。开始。Come on.
在焉啊，舒燕。那金武士兵说他们国王召唤出白虎，可那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功夫的力量来自人格，而不是技巧。但是古尔人可不会有耐心等我变成一个智者啊。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古尔，而是你自己。你真的准备好去面对你自己了吗？我当然要尽我所能变得更强。我恐怕你还没有领会到武学的要旨。师父，请您指教，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在我们国家，凤凰不仅仅是图腾，它更是道的象征。你若要提高武学造诣，就要先提高自己的境界。只有这样，我们的守护神凤凰才会助你一臂之力。您是说，凤凰的威力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也许吧。我说这些不是要你把心思放在如何获取威力上。无论是钟荣还是古尔，这些都是来分你心的。你要平息胸中的波澜，在静水中方能看清自己，这就是凤凰之道。这么多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又怎么能平静得下来？从小处提高自己，会将成海，终会有所成就。比如说，你可以从停止抱怨训练的内容开始。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已经准备好训练了。很好，那就开始吧。下面我要教你如何避开对手的进攻。艰险，舒燕，你所做的每个选择都会带来一定的后果，望你慎重。舒燕，我听说你要出使钟荣了，干嘛要让你去？听说路上还有盗匪出没呢。我要辅佐父王，为国家出力。丽丽，这是我尽忠尽孝的机会。压轴好戏就要开场了。你真的要去打擂？马上就要上路了，我的国家正受到威胁，我更要上场打擂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公主，所有人都怀疑我的能力，所以这次比武我一定要赢。还有，我要打得阿健满地找牙。小心啊！加油！多谢。小心阿健的力劈华山，目前还没人挡得住。漂亮姑娘，你又来了，阿健还担心你不来呢。我还以为你被我吓破了胆不敢来了。别想暗示我手下留情。各位看官，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有请擂主，我们的常胜将军，金武难民的偶像阿健。而挑战者是擂台新秀，北京神秘武功了得，他就是燕子火里飞。你应该到别处去浪费你爸妈的钱。比武开始。
窍了。他可是付了不少入场费啊。闭嘴，我们头儿也给了你不少钱。别忘了我们说好的，只要你把他打晕，这点金子就是你的了。行啊，就是把你那张恶心的脸给我挪开。决战马上开始，大力铁巨手和燕子活力飞要一决雌雄啊。终于开始了，这比赛的规格总算提高了点。抓住他！信别人只是花钱让我把你打晕，不要你小命。比我想象的还要下作。再见了，活力飞。朱燕，别打了，这家伙穿的是古二人的装束。抓住他们！等会儿再收拾你，公主殿下。舒燕，你没事吧？还有力气吗？母后的教训比这伤人多了，这点小伤算什么？古尔人攻入外城了。什么？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父王调走了那些守卫？听着，我接到报告说内城的守兵不足，你要马上赶到那里帮忙守城。舒阳，你陪舒燕一起去。丽丽到哪里去了？我把她交给侍卫了，事成后在皇宫的东门外等我。您要去哪里？要相信你自己受过的训练，快去。我们得赶紧关城门。我来帮你。你干嘛跟着我们？你差点杀了舒燕。要是古尔人攻进来，大家都得完蛋。天哪，他们都死了。舒燕，弓箭手都不见了。怎么会是这样？整个内城都没人守卫。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这里有放下内城门的机关。阿健，你去关城门。武阳，你去放机关。我来收拾古尔人。这门挡不了他们多久的。我一个人放机关太慢，得有人同时放另一个。快去，我能挡他们一会儿。别逞强了。
事先争论了。你力气大，能把机关快点放下来，快去呀！好吧。我们的国家不能亡。是他们的公主，抓活的。守得住吗？我亲眼见过古尔人攻破比这还厚的城门。我们得赶快去皇宫。什么？不行，我们得先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龙师傅还在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他。你疯了？还管别人？自己赶快逃命吧。轮谁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古尔人血洗了我的国家，我比你了解他们的残忍。就算你说得对，那就帮我们吧。不然你又能去哪里？什么？没门！这家伙一肚子坏水。舒烟，我既然答应了龙师傅要与他会合，就得守信用。你们俩动作快点。内城门已经关上了，师傅。只是暂时的。这不是和你打擂台的那人吗？他叫阿健，刚才帮着关城门了，我们现在需要他出力。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力，公主殿下。这里的地道连通整个皇城，我们可以由此出城。太好了，我们可以把父王、母后还有莉莉一起救出去了。没时间了，宫廷侍卫投降了古尔，皇宫已经沦陷了，我们得尽快护送你到中荣去搬援兵。父王和母后呢？还有莉莉，他们怎么脱险？目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得去救人。不行，舒言，没时间了，我不能让你落入古尔人的手里。求你了，师父，我相信我做得到。舒言，龙师父叫你快走，你应该听他的话。我会去救莉莉的。不行，我不会走的。师父，我是南凤的公主，我和你一样有保护国王的职责，我一定要救他们，这是命令。公主殿下，如果这是你的命令，我只有服从。但是我还是要觐见。没想到皇宫下面还藏有密道。这些地道是机密，只有国王、王后还有内阁大臣才知道。武阳，去看看能不能把那扇门打开。如果要救人，我还有一招绝技要教给你。都这档口了，你还要上课？阿健，我需要学习。如果你能静下心来，也许会提升到
另外一个境界。比如说，搞什么鬼？师父，这是什么？真是太美了。凤凰是南凤国的守护神，唯有掌握了凤凰之道的人才能召唤它。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置身在莉莉讲的神话故事里。你要拯救南凤，就必须掌握凤凰之道，它就蕴藏在这套凤凰拳里。等等，中看也得中用啊，就凭这能挡住古尔人？对，只有天命所归的那个人才能完全拥有凤凰的神力，但是学了凤凰拳的弟子却可以抵御最强的攻势，这也是我现在要教给舒燕的。抓紧训练吧，舒燕，就拿阿健练这招，名为凤来仪，要毫不用力就化解对手的攻势。对手当前要平心静气，不急不躁，无畏无惧，让对手的攻势像流水一样从凤凰羽翼边掠过。说得轻巧，看你怎么化解我这一击。学得还挺快，对手的攻势愈强，凤来仪愈见效力，感觉如何？使凤来仪后再顺势挥出几拳也行吧？那就看你了，关键是要沉着冷静。多谢师父。嗨，我把门打开了。舒燕、阿健，你们去找国王和王后。武阳，你去找你妹妹莉莉，我去召集其他弟子。记住，时间紧迫，我们有人来了。舒燕，上楼，你们两个跟我来。十公主，我们找到她了。叛徒，真是狗胆包天。问清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你这无耻的叛徒，为什么要背叛国王？公主，您是不知道古尔人有多可怕，我没有选择呀。每个人都有选择。国王和王后在哪里？快说。
王后在北殿，国王在正殿，孤儿人有一个很邪恶的计划。莉莉在哪里？就是萧将军的女儿，她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我们去救国王陛下，顺路去救王后。什么？难道我们就不管莉莉了？这些密道已经不安全了，没时间救所有人。你既然选择留下，就要做出决定，是救王后还是救莉莉。我谁也不会丢下的。舒燕，你的心是好的，但你必须要决定先救谁。王后那里肯定有重兵把守，但是莉莉，你决定吧，公主殿下。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别人？我们去救莉莉，就这么定了。事成之后在这里会合，动作要快，要不然一个都救不出来。就一个侍卫，看起来挺弱的。太好了，你在这等着。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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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了要悄悄行动的吗？我们得轻点，别弄出动静来。轻轻的。姓龙的那老头还真教了你几手。侍卫来了，快把他藏起来。真真，估计午饭吃多了。闭嘴。什么声音？嘿，你应该在这儿巡逻。上面命令我们撤退，也许啥事儿都没有，不过还是四处查看一下的好。我奉命带那丫头去听凤阁。萧将军的女儿吗？要他做什么？不知道，我也不敢问。站住！快去叫人！收拾这几个家伙！站住！你难道没听到吗？他们把莉莉关在听凤阁了。听凤阁又在哪里啊？哦，不行，那里太远，还是母后离我们近。可别舍近求远，还是去救王后吧。又不是你说的算，街头混混。也不是你说的算，小白脸。按计划行事，我们去救莉莉。是古尔兵。他们把她一个人关在这儿，真有点奇怪。也许古尔宾已经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很有可能。我们中应该有个人去引开守卫。好主意，你可以让他们忙活一阵子。我这就去给他们找点事儿干。五爷，等等。哎，丑八怪。好吧。你们还傻站着干嘛？抓住他们这帮蠢货。把那丫头带到后面去。我来打发他们，你去后面救人，明白吗？好，遵命。Yeah.
计谋怎么样？差强人意。谢天谢地，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才担心你呢，他们正愁找不到你，你还不快走。好了，丫头们，得走了。这人怎么会和你在一起？说来话长，我们如何能从古尔大军手下逃脱呢？别担心，龙师傅自有办法。龙师傅，要不是您，我们都会迷路。振作点力力，凤凰会庇佑我们大家的。其他弟子会在凤翔塔等我们，我们要尽快救出国王陛下，与他们会合。我们得赶快走，趁现在还来得及。父王和母后还在里面，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你如果正式出去，我们全都得死。那你自己逃好了，我是不会丢下父王的。别争了，还有一点时间。梅林，你陪丽丽去钟荣，我们会稍后赶上。古尔人转眼就会攻入地道，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等等，我与你同去。你又不会武功，我可不想再次失去你。你快走。愿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等。树叶，你去救国王陛下，我们为你挡一阵。我们做到了，这下我们不会死了。不会了，所以你也不用讨好我了。阿健、武阳，你们守住门口。好样的，树叶。父王，都安全了，我们快进地道，然后。父王，快点啊！我好像听到有人来了。在那里别动。龙爱卿，你为何要回来呀？该死的铁链！别担心，我们一定能带您离开。不，树爷，你们两个都快走。我不会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的，父王。太迟了。那是什么？不，天哪，不！师父，求求你，用您的神通救救我父王吧！我不能，陛下是经受不住的。那至少做点什么呀？公主殿下，只有一个办法了。对，是时候帮我交给他了。交给我？什么？历代南凤君主的元神都是与凤凰合二为一的，公主，你父王才是凤凰的真正守护人。您在说些什么呀？凤凰的神力与皇室的血统一脉相承，孩子，是时候由你来继承大位了。可是我该怎么做呢？我有太多的话，可惜来不及嘱咐你了。凤凰象征着南凤的精神，你要好好守护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我的小麻雀。父王，公主殿下，
输液，快走！陛下是会召唤凤凰呢，还是会眼睁睁看着他的宝贝女儿死在他面前？告诉我，公主，你父王是更爱你呢，还是更爱他的王位？如果你想挑拨我们父女的感情，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是吗？我很惊讶你还没召唤凤凰来救命，国王陛下，你的意志很坚强嘛。我会让你认识到你的行为有多么愚蠢。你的臣民还有你的女儿，他们居然会相信一个迷信的国王。释放凤凰出来，我就饶了你那些可怜的百姓。你自以为无敌，但你永远不可能与上天抗衡。啊，老天爷拿我也无可奈何。不要。快走，我们快跑吧。哎呀，走吧。啊，这些人都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走这边。凤翔塔在那边，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可以和龙师傅的弟子一起离开。不被发现，说得到轻巧。抓住他们！啊！小心，浮桥的木桩恐怕要倒了。
这不可能，他们来的也太快了。我们还活着，阿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快去凤翔塔，我来挡住他们。切，你拿什么挡？自己的小命吗？别担心，我有办法，咱们试试古尔人的水性。你一定要等我，公主殿下，梅林，你应该陪在莉莉身边的。这里有埋伏，你快走！不会的，怎么？小心！梅林，不要！你们这群恶魔！龙师傅的徒弟已经送他过护城河了。天哪，他们全都死了。现在还不是哭哭啼啼的时候，把你那点眼泪留到以后吧。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变得麻木不仁？很简单啊，公主，你先失去亲人，然后是朋友，最后是你自己的小命。嗯，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好吗？莉莉应该已经出关了，但愿她一切安好。想丢下你的百姓自己逃跑，你这个公主当的还真是光荣啊。阿健，你是不是被这个丫头给迷住了呀？所以才不肯按约定把她交给我。我们的交易很有效，把公主交给我，我就饶了你的小命。什么交易？他在说什么？对不起，公主。嘿，阿健！对不住了，老兄。你不是会什么凤凰神功吗？怎么居然是个旱鸭子？我们得赶在古尔人之前找到莉莉。以他们的速度，估计已经找到她了。你现在也算经历过大风大浪了，以后你得照顾自己了。我们怎么才能到钟荣呢？别惦记着去钟荣了，古尔人下一个目标就是那里，还是东边的青玉安全。可我得去钟荣借兵啊。借什么兵？你还嫌死的人不够多啊？继续啊，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那别逗了，你以为就凭你这么个自以为是长得跟小鸡似的黄毛丫头就能打败古尔兵？我才不像你，我永远不会丢弃自己的家园，跑到别人的国家做缩头乌龟。你以为自己是英雄？你啥也不是。我就应该把你丢下，让你和你那些死鬼朋友作伴去。你怎么能出口伤人？除了我，还有谁能跟你说实话？哎，也许吃点东西能让你头脑清醒些。我从龙师傅的徒弟那儿找到一袋米，我去拾柴，你来煮饭。好吧。嗯，那有没有搞错？你连煮饭都不会？你走，别管我。你一个人三天都活不过去。人呢？公主被那个金武来的家伙给救走了。没用的东西，你居然把凤凰给放走了！属下定在天明前奉上他人头。你办不到，他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现在有凤凰护体了。国王都能被我钉在宝座上，抓他的女儿还不是手到擒来？那国王心中充满了对叛臣的恨和对妻女的爱，心神已乱，所以才使不出凤凰的威力。但他女儿则不同，他的心神还是纯净的。那将军您的意思是？欲擒其身，先乱其心，这样凤凰的威力才发挥不出来，明白吗？把他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我要亲手毁灭他。遵命。哎，你已经好几个时辰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你人会垮的。后面有追兵，我不能停下来。我看你是被吓傻了吧，情况不妙啊。舒燕，公主，你最起码得喝点水。为什么？听着，也许我昨天话说重了，但这世上又不是就你一个可怜人。我去找水好吧，你在这儿等着。
是他，南凤的公主。你们这些恶心的家伙，都离我远点儿！离开一会儿，我都已经解决了。小心！我们又见面了，公主殿下，甘巴塔将军很是惦记你呢。还是让我把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吧。不，我不能死。一定要驱逐孤儿，拯救南凤，没人能阻止我。龙师傅，帮帮我！叔爷，叔爷，你要站起来！南凤的百姓还在盼着你去救他们。师傅，我不是在做梦吧？您不是已经死了吗？死亡只不过是个过渡，我现在已达彼岸凤凰世界了。都是我的错，师傅，都怪我没听您的话。一切早已注定，并不是你能改变的。放下愤怒、怀疑和痛苦，公主，当你不再被情感所左右的时候，你体内的凤凰神力才能得到释放。去钟荣的路已经被孤儿阻断了，你要往回走，去空灵山找山真人，他会帮助你的。可是往回走有古尔君和甘巴塔呀。相信凤凰，相信你自己。山真人，我知道下一步该去何处了。龙师傅，白虎保佑，我还以为你这次玩完了呢。我刚刚见到龙师傅了，他叫我去空灵山，我们得往回走。你没事吧？你叫舒燕，我叫阿健，我们正在去钟荣的路上，记下来了吗？不，阿健，去钟荣的路已经断了，龙师傅指点我，空灵山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往回走？不行，快看，那就是甘巴塔的恶龙，我见过这吸血的恶魔，往回走绝对是自寻死路。凤凰会庇佑我们的。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你听上去就像个疯子。我知道你小看我，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使命。舒燕，你没病吧？龙师傅已经死了，你真知道往哪儿走？我在跟着凤凰走。什么公主，简直就是个疯子。等等，快跟上阿健。你慢点儿。龙师傅常说放松就会落后。落后也总比落牙强吧。嘿，等等，我们爬到顶峰了。阿健，阿健，
是人是鬼。你还不太好对付，是龙师傅让我来的，我有急事拜见山真人。启禀大人，我们抓到了一个当地人。很好，说山上都住着些什么人？没人知道，这山上终年大雾，根本上不去。还挺神秘，我喜欢。这传说山上住着一位神仙。是吗？那就带我们去拜拜神。饶了小人吧。少废话。啊！公主，看来甘巴塔将军你有个很好的理由让你下山了。住手！玉虎不得无礼。师父，我看到一个一心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未来君主，一颗纯净的心。玉虎，为客人采些鲜果来。是，师父。凤凰需要鲜果的滋润。您怎么知道我有神灵护体？神灵只不过是一种叫法。我叫舒燕，是南凤的公主。还不止这些，不知公主为何事而来？凤凰的神力，我还不懂得如何去运用，我必须要掌握凤凰之道。哼，并非人人都有得到的机缘。舒燕，你长途跋涉，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练功，明天一早开始。练功？不，这不是我来这的原因，好多人在等着我去救呢，我没时间练什么功夫。时间紧迫与否要看天象与时机。求您了，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儿的。你受伤了，必须休息。舒燕，天将降大任于你，希望你能不负重托。我没想吵醒你，对不起，舒燕。
没关系，我们好像以前没有见过。这人昨晚带你回来时说的，你睡得可真沉啊。哦，好像是有那么回事。我叫冬梅，是山真人的弟子之一，欢迎来到空灵山。你刚才拿着那个东西在干嘛？哦，是个笨主意，我以为把它放在那里会好看些。哦，是，师父。真人叫你去清凉台呢，快点儿，天就要亮了。你不用打扫一下吗？哦，差点给忘了。哇，你居然能让他们飘起来。别说话。我抱歉，我本不该尝试这样做的。你能用意念移动物体？偶尔啦，但必须是心无杂念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我这点微末本事和真人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真人不喜欢人迟到。你看起来比昨天精神好多了。真人，我有一个朋友是和我一起来的，但是我们在大雾中失散了，他叫阿健。不用担心，我的弟子们已经在寻找他了，他会没事的。冬梅，你是不是还有些清洁要做呀？是师父，对不起师父。常人执着于红尘中事，但在此间要心无挂碍，你能做到吗，舒燕？只要能收服和善，叫我做什么都行。有这个决心固然是个好的开头，但也不要让执着心妨碍你得正道。新日初升，与其说不如做，开始练功吧。我曾经单挑一众古尔兵，我应该不用再练了吧？站好位。宇宙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它们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就拿这山来说吧，也有阴阳两面，阴阳相互作用，于是生出世间万物。五国的护国神灵暗合五行之道，凤凰属火，其自身亦有一个由阴阳组成的小宇宙。凤凰虽性烈如火，却不轻易出击。龙师傅已经教过我了。不错，但那只是凤凰拳阴柔的一面，如果你不学会阳刚的一面，功夫只能算是学了一半。阳刚的一面，阴主内化解来世，阳主外迎头反击，阴阳兼备，圆融贯通，此所谓凤凰之道也。唯其如此，你与凤凰才能合二为一。现在离掌握凤凰之道更近了一步。才近了一步吗？要一心一意才能深深合一，召唤出凤凰的威力。我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掌握凤凰之道，这难道还不够一心一意？世人误以为意念是无形的，其实谬矣。在另外的空间，爱恨恐惧皆可化形为锁链。你上山时看到的古尔兵，就是你自己的恐惧之心所幻化。你是凤凰的守护人，通过你，凤凰才能被释放出来。但若你心中充满了爱恨恐惧，凤凰就无法冲破锁链的束缚了。可是，他以前也出现过呀。不错，
但都是在你命悬一线的时候，他是冒生命危险来救你的。如果凤凰有失，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平衡，你必须要好好守护他。您一下子告诉我这么多，我该怎么做？这个你先收下。这是什么？解开锁链的钥匙。好漂亮的玉镜。他会帮你解开心锁，午后回来继续练功吧。从今天起，舒燕就是你们的同门了。师父，他不属于这里。玉虎，你的想法我明白，但为师不想再多说。可她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而已。我并不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羞愧，至少我比你有教养。玉虎，舒燕，你们要放下成见，化敌为友。对不起，师父。放下过去吧，舒燕，把为师教你的也练一遍。等等，这让我怎么练啊？不要依赖这双肉眼，要调动全身的感官，这样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这手功夫真漂亮。冬梅，你和保家过招。什么？师父，你还是饶了我吧。冬梅，别担心，你只管闪躲腾挪，我很快就会打不动认输的。冬梅，叫你不要硬碰硬，没叫你东躲西藏，正面回击。用挪移神通。不成啊，他太强了。你能行的。太厉害了，我看你一人就能打退一队士兵。也许吧，可我的能力发挥不稳定，
师父说我缺乏自信，所以把神通锁在天门外了。天门？对呀，我们在另外的空间都有神通，但是只有天门打开，这些神通才能被释放出来。师父不是也给你一面玉镜吗？我们就用它来找寻打开天门之锁的钥匙。你们是怎么获得神通的？是师父把不同的神通和我们的天门连接在一起的。多谢师父。下去勤加练习。舒燕，你留下比试，不赢不许走。你的任务是保护这些瓷人不被打碎，如果敌人打到你，瓷人就会破碎，所以你必须要恰到好处地将对方的力道化开。开始吧。师父，您为什么要局限我，只让我和那些功夫粗浅的弟子练？局限你的人是你自己。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可您呢？您不过就坐在石头上空谈。去和冬梅谈谈吧。你要专注于修炼自身，而不是结果。
这面玉镜将有助于你修行。如果你一味追求神通，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我看到一只厌倦了飞翔的小麻雀。啊，师父。怎么不去吃饭？我很抱歉，我不该发脾气。没关系，既然人来了，就在此间把自己修好。我来是告诉你，你的同伴找到了。您找到了阿健？他在哪里？他还好吗？他还活着，但是一直昏迷，不知何时方能醒转。我想去看看他。会有机会的，他现在有其他弟子照顾，不能受到打扰。阿健以后会有用武之地的。我明白。你看起来心事重重啊，舒燕，你在想什么？我母后死了，因为我选择去救我的好朋友丽丽而不是她。现在阿健又昏迷不醒，我实在很担心。你有没有担心过天上会掉只羊砸到你头上？掉只羊？天上怎么会掉只羊？就是啊，天意自有安排，反正你也掌控不了，又何必杞人忧天呢？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冥冥中自有安排，你要做的就是专心修炼。打坐是我们修行的重要部分，就像这样放松，脑子里什么都不要想。一直这么坐着你不觉得无聊啊？别着急，越坐越有意思。哇，你的小镜子，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我，只要你的头脑清澈，它就会让你看到真实的自己。注意力要集中，你的各种念头会如波涛翻涌，你要让那水波平静下来。要关照自心，舒言，你满脑子在想什么？我好想念南凤的每一个人。你们可怜的国王死了，你们胆小的公主逃命去了，你们的废物神灵也已经把你们给抛弃了。只要你们肯发誓效忠赤龙，我就饶尔等不死。我宁死也不会背叛神灵，效忠恶魔的。把他带上来。居然还有人相信神灵会拯救你们，真是冥顽不灵。还有谁敢反抗？我见一个杀一个，直到你们求饶为止。求求你，我的儿子。这个国家的百姓从此要么效忠赤龙，要么全部死路一条。舒燕，我看你怎么救他们。不，舒燕，舒燕，谢天谢地，你总算醒了。赤龙，赤龙，告诉师父，舒燕差点走火入魔。快去呀。好吧。你看到了些什么？你看到他了？你看到干巴塔了？是不是？他在杀害不肯放弃对凤凰信仰的百姓。我们时间不多了，看你这样根本不是干巴塔的对手。哼，
听你的意思，你才是干巴塔的对手了。如果我有你的护体神灵，我早就结果了他。助我一臂之力吧，玉火，你那么厉害，如果我们二人联手的话，你还想叫人替你去送死啊？真不明白山真人怎么会收你为徒。你继续在这坐着吧，我可是对着那镜子看够。师父，我看到了，我看到干巴塔在祸害南风百姓，我得回去，我得做点什么。那条赤龙在试图控制你。什么？另外空间的灵体能够看到你的弱点，而邪恶就是要利用你的弱点。就算如此，我的臣民在受苦受难，这是事实啊。那赤龙就是要引你出去，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只会把这个世界引向毁灭。那又如何？难道我就一直躲在这里做缩头乌龟，直到我的国家被夷为平地？你回去的时机尚未成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专心致志修炼，提高层次，精进武艺。但是舒燕，上前一步，下面我们练习如何化解对手的猛烈攻势。练不下去，我的国家，我在镜中都看到，太令人伤心了。啊，你所见乃几只痴情，亲情友情，国仇家恨，世人多痴，为情所困。你只有超越了这些常人中的感情，才会生出大慈悲心来，才能做到力挽狂澜。你是要我的心变得和石头一样坚硬麻木吗？不是这么说，在更高的境界，情感是更加博大深厚的，如果不去尝试，是很难体会得到的。不要为他人的命运患得患失，那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只要一心修持自己的正念，大事自然成功。我好像明白了些。当你命在旦夕之时，你念念不忘的是救民于水火，这就是正念。我们继续休息吧。
思虑过多也有伤凤凰的精神。我感觉心情沉重。认识自身的局限是痛苦的，超越自身的局限更是艰难的。我如何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呢？你必须清楚，这些局限并不是你的一部分，它们被加在你的身上，但并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你要珍重自己，舒燕。多谢师父传我以智慧。凤凰之道在引领着你，舒燕，不要失去希望。看起来好像很疼，你没事吧，阿心？哼！放手！甭担心，玉壶有办法，相信我，没错的。玉壶，你用你的铁布衫胜之不武啊！那你就别像个白痴似的乱踢乱打，你明知道冬梅发挥不稳定。小姑，你不是能预测吗？就不能提醒一下？提醒了就没意思了。真不明白我为什么把你当朋友。玉虎和冬梅，你们配合得很好。玉虎，希望到你比试时亦会有如此表现。是，师父。今天舒燕也将参加比试。不要总想着赢，只要想着提高自己就好。舒燕，你对冬梅。让着他并不是为他好，我没有，不是说你，我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很明显吗？就是，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玉虎，唯一明显的是一个人的不足，下面你来对保家。来吧，等了一天就是为了看这场，上啊，玉虎和大块头。保家要是使大力神拳怎么办？在铁布衫面前不过是小菜一碟。开始。这是他今天毁掉的第五根柱子了。哎，你想要他俩谁的本事？谁的我也不想要，我自己的最好。你就吹吧，你的书院你想要有谁的本事？能够预测未来一定很棒，这样就可以防范于未然了。我也就能看到那么一两秒的事儿，可没你想的那么神。对不起，玉虎，我是个大笨蛋。不，你只不过是个大块头而已。为什么玉虎抵挡不住刚才那一下？他又让自己的怒气坏了事儿，他一发怒，铁布衫就不灵了。师父，我又莽撞了，我已经练了三个月了，但还是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道。过去三个月以来，你的进步很大，为师看重的是内在的改变，而不是外在，孺子可教也。舒燕，你和玉虎过招。但是这样不公平，他受伤了。听听，公主说的多好听，他还真相信有所谓的公平比试。我下注新来的那丫头赢。下注？有钱吗你？
没钱就不能赌了。你是神算子，能预测谁跟你赌谁倒霉。你们两个天才少年给我闭上嘴行不行？我这还有个公主得收拾呢。凤凰出来啊，什么凤凰，我看就是只小鸡。这就是你的目的吗？引凤凰出来，万一凤凰的威力伤到其他人怎么办？你难道没有想过吗？玉虎，不要因愤怒而丧失理智，不敬神灵是会误入歧途的。不敬神灵，甘巴塔根本不信这套，还不是把各国的神灵都打败。甘巴塔会带着他的赤龙踏平空明山，把我们都烧成灰烬，然后放声大笑。玉虎，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训练到此为止，玉虎，你留下。反正他让我们现在就跟他走。什么？冬梅，你见到玉虎了吗？从早上到现在就没见过，他也许在反省吧。有点不对头，我去找他。等等，今天该你当值做饭。告诉保家别等我，我在日落之前一定赶回来。东西都带齐了吗？是。很好，时间不多了，目标在西北，出发吧。哦，你现在还学会跟踪我了。我是在找你，你看上去焦躁不安。焦躁不安，不愧是贵族，就是会装腔作势。我看你是在逃避，因为你无法做到超越自己。哦，是吗？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明哲保身的臭丫头。别挡道，小鸡雏，我可不想把你的小胳膊小腿给碰折了。我们中任何一个单独行动都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联手才行。就凭我在真人门下这么多年的资格，你也配和我联手？你根本就不是甘巴塔的对手，我得说多少遍你才开枪。
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让赤龙诅咒你吧！我不会和你动手的，玉虎。冬梅，用雌人士兵摆阵。啊，是。小心别打碎了。放心吧，我有数。喂，有人要闯进来了。小郭。我接住了。师傅，我是不是打扰大家了？何事大惊小怪？是玉虎，他从崖上掉下去了。我找遍了崖底，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玉虎坠崖了。这个你怎么没预测到啊，神算子？天哪！阿信，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别那么严肃，玉虎有铁布衫护体，摔不死的。树叶，到底是怎么回事？玉虎带着一帮弟子私自下山了，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力道，我失手把他推下山崖了。玉虎为什么要离开啊？他要去找属于自己的护体神兽。他自己的护体神兽？自从甘巴塔的赤龙吸取了白虎的魂魄，一众邪灵都企图进入人间为祸，他们中的一个蛇精就趁虚而入。这蛇精一直在诱惑玉虎，承诺给他神功，其目的是要附体在玉虎身上，让他成为邪灵的奴隶。师父，玉虎。会起这个心呢？这不像他呀。他想利用蟒蛇来打败赤龙，但他看不清这些邪灵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哦，可怜的玉虎。我们得把他找回来。可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啊。那蛇精当年被金武国王囚禁在白虎庙里，玉虎就是往那里去了。你们要把他带回来，他心中还是有善念的。玉虎去金武了？那是咱们的老家呀。太好了，推荐一条风景好的路呗，最好还没有古尔人。这次救援行动可有点瘆得慌。树叶，冬梅，随我去清凉台。你虽然在短的时间内进步颇大，但是以这个肉身还是无法对付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为师必须要帮你打通天门。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已经做了大部分了，通过清心打坐和提高心性，你已经清除了很多内在的障碍，现在是时候放下所有的执着了，树叶。我准备好了，就是有些痛苦的回忆实在难以抹去。树叶，睁开你的双眼，这些都是人中的情，当你放下的时候会很难割舍，但是不要被它所左右，你的意志要坚决。放下吧。
燕，现在你可都没过招。倾囊相授，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修为了。凤凰选择了你，乃天意所归。你要救出玉虎，更要拯救苍生。宝家，你们国家的人怎么把庙建在地下呀？当然是有原因的。碑上有文字：千古幽鸠一旦开，蛇精蟒怪出泉台。白虎伏魔力多处，须带火凤除妖来。这欢迎词编得不错嘛。玉虎已经闯进去了，只怕……他不清楚自己该走的路。要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阿欣，你赖我？他自己想求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怎么也赖不到我头上。玉虎是古尔人，甘巴塔杀害了他全家，他也想救自己的同胞啊。直到你出现，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才是上天派来救苦救难的英雄。阿欣，你少说两句。他根本不明白玉虎心中有多苦。别再说了，咱们要向前看。这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坑？刚刚那个不会是玉虎？玉虎再霸道也不至于这么邪乎。要有什么蛇虫鼠蚁出来，你可要预警啊，小郭。除非你有性命之忧，我才能预警。好像没有人来过。你事后诸葛有什么用？事犯突然能赖我吗？你至少能去拿个火把吧。哼，白痴。小郭，冬梅门。加把劲儿啊，冬梅。真对不起。这不能怪你。你们几个来吗？那些神秘人什么来头？也许是狂热的信徒。庙里总会有这些人。不知道他们会把小郭怎么样。他们好像在拜什么东西。大仙呐，请你现身吧。那是什么？玉虎，玉虎，是你吗？别碰他！阿欣，阿欣！
之助。我们还真是有缘呢，有本事就来阻止我。你在害你自己。害我的人是你，难道你忘了是谁把我推下山崖的？那蛇精是不会帮你救同胞的，他只会把你引上邪路。你那凤凰才是妖精，你懂个屁。不好，是百妖塔。顶住啊。到现在召唤我，我要放他出来。玉华，停下来。蛇精只会给你的同胞带来灾难。终于等到一个充满精华的身体了。继续害人了，是他们求我，他们需要我。我诅咒你，凤凰，总有一天我会复仇，可是你们将无一幸免。啊！谢天谢地，你们都没事吧？啊，好大一股腥味儿！啊啊哦，我怎么感觉好像被人给揍了？哎，保家还让不让人喘气儿了？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行。
玉虎呢？他还好吧？你们真不应该管我。玉虎，我们是同门，大家怎么能对你弃之不顾呢？是你把我身上的蛇精附体赶走的吗？是凤凰的神通，我会报答你的恩德。我们都得报答师父的恩德，我想师父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团结一心。我们就让玉虎的朋友一直躺在这儿。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就让他们躺着吧，晒晒太阳，去去邪气呀。能全胳膊全腿的回来真是太好了。你说师父会不会今天还要咱们训练啊？我看不会，我猜他今天一天都得给玉虎上课了。真有我。那好像是钟荣的军队。丽丽，丽丽，真的是你。舒燕，谢天谢地你还活着。谢天谢地你也还活着。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也是龙师傅托梦给你吗？不是的，我到了钟荣，见到了我母亲的好友百里将军，是他和一位大臣力劝钟荣国王出兵支援，还带我来这与你会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懒散的朝廷，朝议开到一半居然都出去赏花了，幸好有一位贤臣劝谏，否则我还待在那儿品茶呢。长话短说，就是那位大臣指点我们来空灵山的。原来如此，多亏了这些智者贤臣，否则我们不知何时方能团聚。说到智者，山真人不肯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从皇宫把人救出来没有？武阳呢？丽丽，只有我和阿健逃出来了，我很抱歉。他是怎么死的？他是为了我去挡干巴塔。人生而有死，若死得其所，夫复何憾。丽丽，你不要这么通情达理好不好？都怪我一意孤行，自以为可以救出大家。武阳是因我而死的，丽丽，我不配得到你的谅解和友情。舒夜，别说傻话了，是你救了我的命啊，每个人都活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活着的人更要相互珍惜。舒爷，你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你是南凤未来的君主，必要时难免要做出艰难的抉择。你真的相信大家会追随我吗？当然了，否则钟荣的军队就不会来了。舒爷，师父在等你呢。糟糕，我得走了。你们这次做得很好，过了第一关。师父，我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玉虎，钟荣的军队已经集结，准备反击干巴塔，你们现在要尽快赶到南凤的都城，助他们一臂之力。师父，恕我直言，我们当中还没有人对付得了干巴塔。要对付干巴塔，关键不在能力的强弱。师父，目前凤凰是五个护国神灵中最强大的，也是阻止干巴塔和赤龙的唯一希望。舒燕，你要与凤凰同心同德，否则他的神通就无法施展。舒燕，我知道你将那蛇精彻底销毁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我，是凤凰，他突然现身，然后就把那妖孽给清理掉了。不错，凤凰之所以神通大显，是因为你一心一意要救人，甚至连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也不放弃。你们都记住，护国神灵不是为了对抗邪恶而存在，而是为了守护正道，守卫这个宇宙中的真和善。一颗拯救世人的慈悲之心，才是你们最强大的武器。师父，我们可以多带些同门去吗？你要设法救出龙师父困在城中的弟子，他们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舒燕，作为南凤的未来君主，你要领袖群雄。钟荣的将军已经来到了山上，正在等着与你共商大事。玉虎，你先别走。早就警告过你哦。百里将军，我们南凤感谢贵国出兵相助。我们两国唇齿相依，可惜我王只肯派一队援兵。那这些人又是谁？是我们一路上收编的难民。公主，我此来固然是为了报答故友萧将军的情谊，但我也要为我的部下负责，不知殿下有几分胜算？我们有南凤的护国神灵凤凰庇佑，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殿下甘愿冒险吗？我王是绝不会轻易召唤钟荣的护国神灵的，也只好如此了。我们得到情报，古尔已调集驻扎在南凤的大军去攻清月了，南凤空虚，机不可失。那甘巴塔呢？他留守南凤，把皇宫做了他的中军大帐，我军可一直推进到宫门，但城中要有内应才行。你一进入内城，就要设法召集民众，最好是有身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了。等等，将军又是如何得知南凤城之布局的？是我告诉将军的。阿戒，谢天谢地，你都好了。是啊，山辰人把我身上的零件都给修好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应该听你的话慢下来的。哎呦，我没听错吧？这山真神呢，把你也给治好了。南凤城坐落在几条山脉之间，因此易守难攻，我们得先攻破外城。保家可以帮忙攻外城，此乃何人？啊，是个大块头，最擅长的就是打破东西。甚妙，殿下可以率领部下主攻外城。阿健，随我来。我知道阿健想离古尔远点，而且越远越好。不，公主，我懒得搬来搬去了，还是解决甘巴塔来的干脆。你父母在天之灵也将为你感到无比骄傲，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放心吧，我一定凯旋而归。莉莉，你别担心，危险来前我会通知公主的。你怎么不通知我呢？哎呀，你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啊，算了吧你。嘿，玉虎，师父说你了没？没事了，师父给了我一面新玉镜，还对我笑了。这次你可得多照照镜子了。那还用说？啊，说实话，我有些怕，万一我的功能到时候不灵怎么办？师父说过，如果你心存犹疑，就说明还没真正的相信大道。保家说的对，我们要信师信道。我们应该清除杂念，一起打坐。你要平息胸中的波澜，在静水中方能看清自己，要相信凤凰之道。浩渺的宇宙是如此美丽，虽然我们人数没有古尔多，但是我们的意志却足以撼动山岳。道路已经被安排好了，我们只需要坚定地走下去。有敌人，放箭！保驾，该你了。看我的，上！可别把我摔了，冬梅。你就放心吧。在上面，敌人上船了。是南凤的公主，抓住她！你这是在干嘛？在分散你的注意力，白痴！
我们沿城中的主道前进，你们赶到内城去搬内应。明白。愿上天保佑你们，前进。将军，您这招真高，刁大军离开南凤果然让那丫头上钩了，要不要让属下去接驾呀？让他先回家看看，然后再行动。今晚可有好戏看了。龙师傅其他的弟子呢？他们都被囚禁在龙师傅的武馆里。时间紧迫，街上到处都是古尔兵。保家、小郭、阿欣，你们三个去帮百里将军。玉火，我需要你和阿健扫清街上的古尔兵，解救百姓。冬梅，你去救其他的弟子。啊，就我一个人？他一个人怎么行？冬梅，你是我们当中最勤奋的，相信真人的教导，你一定能行的。我想你是对的，我不能再自我怀疑了。事成后我们在皇宫会合，一同去找甘巴塔。啊！快宣使向赤龙效忠。啊！天哪！我宣誓。大点声。我宣誓效忠赤龙。软骨头，去和你那些难兄难弟们抱头哭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只要你们肯转化，有你们的好处。带他们去法场。快宣誓。你做梦。你们残害忠良，只会自食恶果。跟我来。这就叫恶有恶报。别哭了，小宝宝。要不要去法场找瓦尔卡叔叔来哄你呀？瓦尔卡，玉虎，你知道这个人吗？一个吸人血的变态，离他越远越好。他就是差点捅死你的那个家伙。他一定正在法场上屠杀百姓。有瓦尔卡的地方就一定有陷阱。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先救这些人，然后直奔皇宫，明白吗？我们就这么放过那个变态杀人狂？我来是为了救百姓，而不是来看他们被杀的。好吧，该说的我都说了，出了岔子可别怪我没提醒。法场反正顺路，咱们动作要快。是舒燕公主，我带人回来救你们了。能打仗的都随我向皇宫进发。你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你说什么？我们今天受这么多苦，全都是你们妇女害的。滚出南凤城。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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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你们听我说。你无需追随我，但我不会不管你们的死活。我要去打败甘巴塔，解救南凤。如果你们觉得我不配，我可以离开。可是你叫我们怎么相信你呢？你已经抛弃了我们一次。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现在真的没时间解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愿意相信我的就跟我来吧。咱们赶快去法场。
拦住他们！怎么不见我阿卡？看起来有点不对头。管他呢，我们去放出百姓，百里将军应该已经到内城了，咱们行动得快，别让他们跑了。哦，你把龙师傅的弟子救出来了，好样的东明。我感觉自己可以对付一整支军队。我开始觉得他们有点可怜了。别难受，过后我们派玉火送花给他们。前面就是皇宫了，让百里将军的人收拾这些古尔兵吧。我们去找甘巴塔。阿信，快躲开！有埋伏。怎么？给魔鬼当奴隶很爽是不是？爽得很呐！好久不见了，公主殿下。你是不是还没吃过凤凰的苦头啊？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动。你那点力道又怎么伤得了我呢？舒言，快走！你不配我动手。甘巴塔在哪？叫他出来。公主。他也等不及要见你呢，舒燕。舒燕，快走，去找甘巴塔，我们来挡住这家伙。求求你活下去，一切苦难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以为自己会赢吗？你作恶多端，我要替那些被你残害的生灵讨个公道。恰恰相反，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领袖。战胜不了神的力量。不，这不可能！
那是我们金武的白虎。正与邪的天平倾斜了，邪灵回到了他主子那里，赤毒已经侵入了人心。一位真正的鹰侠也已锻造出来，唯有他能整思明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Mm-hmm.